对，右脚。
来，芳芳来带起你。爸爸还在录影。来，吴伟雄，这边，你站这边。啊，行，这边。来，吴伟雄说话。今天考试有没有紧张？没有。没有紧张哦，那你单动作有慢呢？你都是忘记了，还是你比较慢？是怎样？是忘记了。那之后再顺带是，哦，妈妈要给你。哦，现在妈妈给她绑身上黄带咯，太极一场咯。好，妈妈给你拍照哦。